呀？可以呀。找个下刀的地方，这就可以打一网打尽了。挑大的，这头怎么挑的？转这头，嚯！啊，太多了，看的人容易崩溃啊！密集，这些小鱼我可以先试一下手。来吧，挑这个一定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着急。呜呼！这有的都可以掰下来，要都能掰下来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不用太费劲。但是那个情况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都让你能掰下来。哎，下来！就说嘛，换个方位你还不下来？哎呀，掰两个下来。我好把肉给弄下来了。哇，我看好像很肥呀。是，等一下。呀、yeah, ，看这个，全是蛋白。先放着我吧。股股肥，我说。我就想知道这几个小石头是什么情况，好不好撬？我说。拿吧，呀、yeah.。来，哎呀，这情况可以啊，长这么大，呀，又是一大片。不过是不是这块有两壳，两壳问题不大。再瞅瞅哪大，小的怎么了？要大的，看这个头，咱就……我总感觉这种单个的应该好撬一点。来一下，哎呀，哎，好撬不好撬不知道。反正我是撬了个肉肉出来，可肥了。再别把肉肉给我撬掉了，肥。专挑下边。哎，我看这个情况不对劲儿啊，空壳了。这个跳不下来，费了老半天劲，哎呀，这不信呢。哎，这螃蟹，螃蟹走了。行吗？来来来，来我看这个。二哥，你这今天是挑战新技能呢，我天，那得要掰一下。我去。好了好了，这玩意儿能使上劲儿，你知道吗？要大的。把那小的给敲了，可我接不大，一会儿再敲你。看见你就给我下来，来吧。我这个壳得想办法得弄下去，掰一下就掉了。
长得奇形怪状的，大石头小石头上面都长满了。像这个啊，这种就是还没长大的，太小了。这个相对他们来说还能大一点，但这个就太小了。走，继续找大的。情况来了啊，情况来了，情况反正就又是一坨。每次撬窗，我感觉手有点疼，撬完。